假使讲我今日也无转去，九品姑娘就要分手必散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对啊，迄铁海棍法虽然讲厉害，不过伊敢若无新的招式变化？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差皇子，老伯，你也是决定要入去啊？虽然敢那是拜年会，但不过为了解救七品姑娘，不论如何，我总要试看卖。好，看你这款的勇气，我到最后我甲你提示一下。 你将长甲我所对的对对啊，详细甲想一摆看卖。长的对啊，老伯，既然老伯给我提示，我应该更加有把握才对。 我拢学会晓，即马我只要拍比过较紧，我就坐直升机啊！这里块新棍，规人变大变小，真正是宝物啊！ 这个铁人，跟我对拍的招式，在自然里都有记载，我敢知，伊所用的拢是基本的招式，我也无可能拍伊。我即摆已经摕到白花神棍，我赶紧转去救秋萍姑娘。花姑娘，花姑娘，花姑娘，到底波头内底，到底倒一边才是正死的？ 老爸甲我讲，爱往位对啊来去想。从第三个对啊，你感觉真奇怪。照理来讲，第三个对啊，应该比第一个甲第二个较困难才对。第三个对啊是两件，现从一路西头三对面。 我对的是，高天挂饼，两人做揖，四重腰，这只不过是普通的对仔而已啊。嘿，老爸，你有啥物可能想后壁的？两件现装，一路西头三对面，高天挂饼。 做一四强腰，两片香，做四头三对面，高天挂饼，两人做一四强腰。我知呀，二加一，佮加三，二加四，安尼总共是十二，安尼讲起来，第十二八就是金光波头。 要唔过，才只有到八名。有咯，三加九，拄好是十二。安尼讲起来，第十二八就是金光波头。唔对，高顶挂壁，应该我会加一只条。安尼讲起来。 第十三八就是金光波头，真正好有点了。
老爸。茶公子，果然有缘人啊！一杯金光斧头，今后就属于你所用，希望你爱好好珍惜。多谢老爸，我一定会。真好。赵公主已经去两天啊，哪还袂转来啦？假使伊若是无法度转来，那安尼秋萍姑娘就会化成灰水嘞。安尼秋萍，唔得魂飞魄散，永远袂当当好超生。我这可怜的查某囝，一生够可怜。阿伯。你放心啦，我相信赵公主一定会真紧就赶回来。对啦，顾阿伯，赵公主因知影代志严重时，一定会赶回来。希望是安尼。顾阿伯，你先休困啦。小弟。小弟是咱的美人，原来是女扮男装，看，竟然敢用美人来骗我。好，我规定你不做，你不休，我一个一网打尽。这是啥物味啊？我嘛有闻到嘞，敢是啥物物件烧起来？英妮，进去看卖啊！失火啊！哪安尼啊？英妮，紧穿药针针，甲赶袂出去。是袂到你的法术这么厉害，唔知你是拜什么为师的？来，进去。师姐，赵公子，你先做找到伊啊。从回来时阵，看到伊在外口鬼鬼祟祟，所以就将伊抓了。是你，一定是你爸的坏对无？无唔对，会是我爸。安怎？来，你这个克死！你将我糟践，竟然敢将我害死！你这整死你啊！将我糟践害我！阿伯，阿伯，你莫怕我！阿伯，你骗我了，阿伯，这死老狗，你敢咬我？你给我卡死你！叔叔，你作恶多端，唔知影悔改，竟然在这出言不逊。哼，我虽然即摆予恁抓到，严公师傅一定来救我。等我师傅来救我的时阵，你就知伊的厉害。哼，敢有比这两项物件更加厉害？金光斧头，日月神棍，
无唔着，就是你师父克死。你，靠！你这查，素锦，你作恶多端，阁有啥物话通好讲？赵公子，咱先将伊送来迄馆，互馆里养罪处。无唔着，像伊这种人哦，一定爱互伊一点仔教训。不过，咱即摆上重要，还是赶紧先去手皮保养较要紧。三天时间已经要到啊，咱一定要先去叫秋萍姑娘，那不一定会袂赴。可以，咱即摆去找蔡先生。好，就安尼做。三天已经到啊，如果伊足紧就会化形喝醉，那呢阿尊都唔免阁担心咯。奇怪。阿春讲要来看我，是安那？到即马还袂来？伊袂来啊！你说，蔡先生，你甲苏俊浪费时间，有去火山做？即马苏俊已经互阮抓起来，今日乖乖将火葫芦交出来，交去公堂认罪。哈哈哈！你唔着去请看嘛？你有几两重？凭你三个，也是讲要叫我认罪哦？啊！不留堂，爱试看卖才会知。金光不同，也够多。你我辛苦，然后这两项物件。蔡先生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失心而道。今日就是报应的时阵。哼，你们小手要收得了我。可以，咱先将火葫芦摕倒去，去找秋萍姑娘再讲讲。秋萍，阿爹，我就痛苦。你莫伤心嘛啦，咱即马先甲秋萍姑娘救出来，再阁讲好啊。大哥，麻烦你用金光波头将火葫芦破开。阿伯，秋萍。秋萍姑娘，苏俊将你害死，
已经是唔对啊！假使讲你即马将伊害死，你就该赶快还他报恩。是啊，秋明姑娘，一步再步，明明上解好的办法，你都回收掉，如花应该收会听话啦。是啊，阮姑父讲的有理。假使哦，让伊个安尼死啊，嘛伤过便宜，不如让伊伫世间哦，加食一点仔苦。是啊。秋明姑娘，你就算讲是替郭阿伯做一寡功德，了伊一命，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，关老爷一定会害你一个公道的。咱就第三届带秋萍姑娘去关帝过关。不过李爸已经被烧去啊，秋萍姑娘的婚票是要付伊倒啊。对啊，假使这届秋萍姑娘搁未伫个公堂现身，那恁关老爷就袂搁再相信咱啊。是。我有办法。又果是你，大人，阮即届已经准备所有证据，绝对会当让大人相信，这高秋萍是由苏俊害死的。哦，大人可以搁传苏俊前来，即届代志一定会水落石出。好，本官搁相信恁一遍，啊，不过你要听清楚，即遍是最后一摆，即次若搁出差错，不准你搞行恁公堂一步。苏萍知影，请大人传苏俊的来面。传苏俊，传苏俊，传苏俊。苏俊，见到本官为何唔惊你？大人，苏俊，你为什么来变安尼呢？大人，明女正是高秋萍。什么？你是高秋萍？无唔对，大人，明女即马附身伫苏俊的身上，借伊的嘴来讲出伊的罪行。这世间真叫鬼附身的代志。大人，若不是明女身受机缘，冤魂不散，又搁怎敢违背天理轮回，跑去阴间报道，来了乱阴间的？